今日2022年6月30日啊，今日又嚟上水，上水啊，系咪嚟咗上水？今日又嚟上水啊！今日咧就谂住去影花海嘅，咁喺上水站嘅 B1 出口啦，就开始行嘅。B1，然后手边啦。而家都系沿緊白鶴路直行啦。咁我又唔會話俾你知係咁多嚟嘅，又都會交通嘅問題。咁嗰個地方又爛又臭，都會做咩？起碼佢都話俾你知。嗱，前面一條隧道嘅，就唔使落隧道，沿住隔離行。向住北區醫院方向行。由地鐵由上水地鐵站 B1 出口轉右，跟住沿住條白鶴路直行，行到個隧道前面，唔好落隧道，轉右，靠右邊行，好，轉右。地圖話咧，就係行大約5個字左右啦。我喺間豐財中學隔離有條路仔嘅，咁睇到入去啦。
啊，嚟到炳江村啦。好啦，嚟到炳江村嘅高空处。啊，见到啦，应该喺度。不过流落雨喎。睇嚟，跟住洗咗间避下雨先啦。哦，呢个就是松仔园，我见到个景啊，哦，松仔园啊，个黄花就喺度啦，上佢个景就喺呢度啦，就得呢度少少，好似冇咗嘞噃。甩咗好多了噃，就喺呢个景啊！啊，行远啲仲有啊！哇，呢个地都几靓喎，有埋间屋。哇，前面好靓啊！行唔行到过去呢？因为今天落雨啊，所以没人来啊。哦，好靓啊！好靓啊！嚟到睇下都 OK 嘅，都好开阳啊，舒服。其实呢度好一大片麻花仔。行一个圈睇下入边啲位靓先，我呢个好多位影啊，其实可以。啊！呢度嗰度一个啦，呢度一个啦，后边咧就一个。琴一个圈睇边个位靓先。有冇喂鱼咧？好靓啊！
好啦，拍完呢度啦，终于嚟呢度，不停咁落雨，湿晒咗个人。好啦，搭翻58K 出翻去上水货车站，咁啊上水啦。今日条片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